二代这首歌哈，这个非常这个热闹是不是？对，热闹非常热闹，非常热闹非凡，对不对？很适合现在的气氛，因为人很多，对，对啊、非常的热闹。好，这首歌其实是西班牙文。他的前面不要说是 Despacito， 不是 Despacito， 是一个融合西亚跟那个台语歌这种鼓声，鼓声落响哦。那前面我们会唱一段西班牙文啊，对，是。好，那由我们那个博弈替大家演唱。那个如果他会唱一个大家听得懂的方式，对，好，对，大家只要记得那个到时候博阿虾跟博阿虾跟尖叫声跟出去了就好了，好不好？Sin la cura de macho
经典的。他就留着一头长发，有没有看过他短头发？伍佰有短头发过吗？你说平头吗？应该念书的时候。念书的时候。当兵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记得他的印象就是伍佰就是都是长头发，啊，跟你一样长这样。对啊。对，伍佰差不多，可能比你长这样。会不会热了？对，所以就是很像一个什么浪人的概念。是的，是的。好，带来这首好，虽然它成名曲之一叫做《浪人情歌》，送给大家。好。谢谢，来自那个。